无老化，半颗化一粒不异常，连他时的心识将道内化为生命，要能行住坐卧，不离自性反照，处处是道场，不理清风，不可心存侥幸，不求速成取巧，要能不断精进，不怠不弃，成先体后，慧命心传，永续不断，能常保一颗对道诚信的心，修道如出世，成道便有余。二半颗化，半道必须符应时代的脉动，讲求方法效率微化，一步步不知活泼应试，要能各守岗位，各尽使命，分工合作，一愿欢喜实现，勇于承担，任重道远，鞠躬尽瘁，国内外的道路必须落实，未来朝向教育、学院化、宣道、媒体化等目的，相信必能展现一番新的气象。修道修心，成道与否，关键为在一心耳。期盼大家都是走正路而成道，没有私心偏差，一如好天的一路走来，始终如一，和老天人的六书可以作为的一再翻化，脚步便不至于有所偏颇。过去老天人稳健的步伐，成就了我们无尽量的盛唐，留下了永恒的足迹，每个轻易的后学都能效法和老天人的五大牺牲精神，后学心翻译成为道场的建造者。当每个轻易的后学都能有承担出力打造心中的盛唐，轻易道场的前景有希望，道的智慧永续流传，你我也将会留下永恒的足迹，在一贯轻易史上，在白羊道史上，仅此互相共勉。